Hello，大家好。昨天有小伙伴特别喜欢这小花，让我今天好好软软它。我怎么给你软呀？是这样软吗？就是糊弄糊弄是吗？就这样，搓一搓，揉一揉，搓搓脑门。我也不会软呀，这怎么弄啊？你这小姐姐们、小姨们都说要软你。我替他们揉揉两把得了，好吧，原谅我这小胖手。得，狗剩子来了，这软不软的你们就不要参与了，好吧，你们就好好玩自己的就行了。哎呦天哪，豆豆也来了，拉家带口的，多热呀，我都不好意思把你们叫出来，你在太阳底下晒，看这狗剩，这点花花草草能不能别在我面前秀恩爱。我得说说你们俩，给你俩上上思想课啊！我说了，给你俩量量体重就不配合，都上秤啊！就说小美的体重想保密，可以，咱们是女孩吗？你个小花，你有什么可保密的呀？人家就想知道你有多重了。我给大家目测一下吧，小美大概有十多斤，小花怎么也得有二斤多吧。三斤的样子吧，我说错了可不负责。你看他就不上秤，你看小花嫌我烦了，走了。小美听话是不是？该吐着小舌头。你上秤，咱们腰体重。啊，他在这睡觉呢，嫌我烦了。你上去，上去，我给你拿一肉丝吃，肉丝丝，吃不吃？不行，我必须把小伙伴给我的任务完成了。给你看一下啊，1.25，看到了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们明天见。